Hello，晚上好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，给你们浅播一下。我说直播间很久没见，对，因为好久没直播了。吃饭了吗？吃饱了，然后刚去吃了饭，然后做了个核酸。对，现在还就是本来很困的，因为他捅了鼻子。对，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口袋有直播功能，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。知道的有点略晚，就是说，明天和李慧吗？应该是晚上。对，明天我过去。哎，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。因为明天我跟宁珂就是出门，对，然后去找他，当然不说了。对，我跟宁珂开启了我们就是第二次变形计划。的变形这是什么新礼物？彩虹头吗？或许某一年的某一天。其实也不是了，就是这么说呢，就是去历练一下去变形计。等一下，稍等。好点了吗？还行。而且就是站不稳，然后就是可能不小心杵到那儿。鞋可以改吗？应该改不了，垫增高鞋垫，没有办法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一直穿的是37码的鞋，然后这一次好像这一批鞋都比较偏大，所以有点松。情人节活动吗？没有，明天要忙事情去。嗯，是的，嗯，而且我可能明天在飞机上。
哎呀，你的，你这啥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本来在横屏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说你什么意思？笑死！你刚开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开。我们来玩游戏吧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上来就玩游戏吗？嗯。什么游戏？对，我就是玩玩什么游戏都可以，你都可以。简单的游戏吧，石头剪刀布，我们三。好吗？为什么要有惩罚？好突然，一上来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拐我进这个坑？没有，我刚刚最最早的时候就没有，我刚刚刚搞完小马。赢了他赢了。哈？赢了还是他赢了？你觉得呢？我这个小赌王。那惩罚是什么？你先告诉我。惩罚要根据每个人自己定嘛？你可以想你的惩罚，我想我的惩罚。告诉我，如果我输了有什么惩罚？这还好，就只是撒娇，你 OK 的。我不行。不行，你可以的。我不会这种东西。你会的。我不会。你会，我教你。你教啊？行，你教我。嗯。你示范。对，我一会儿教你。我待会儿就直接给他们看那个视频，我就不用示范了，老让我。算不好，你没想你惩罚？没有啊，同样的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的，我不行，我不能用这个。为什么？我就是每个人想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喜欢用你那个。哎呀，那好吧，反正你肯定我能赢你。嗯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哎呀，耶、yeah ！你看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！我是你快，我快了还不行，我快了你还输，你要反省。我快了，我都出了剪刀。嗯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刀布、啊、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九局五胜啊？这回事，录屏作证，快点呢。刘倩倩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九局五胜没有这个一说。是什么？快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什么？我没有什么呀，我就是九局五胜。你旁边有人吗？怎么有人耍赖呢？没有人啊。放心大胆的做。没有，录一下屏啊，录完屏给我，谢谢。我是想看你做，我不然开启这个游戏干啥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没有，有一种东西叫愿赌服输。啊，我为什么会输给你呢？我不能理解。我可是嘉兴路的赌王。对啊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其实是想看这样子的。这已经开始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已经开始了，都快结束了。不可能。小鹏，小鹏，你最乖，你的眼睛像小乖。小鹏，小鹏，你最乖，你的眼睛像小乖。小鹏，小鹏，脑袋圆，像就像一个小汤圆。我们再玩下一局，好了，我已经三玩家了。简单了。对，再来一局嘛，好不好？是要打到我输为止是吗？我刚刚也是，我跟小马一起，我们玩了四次游戏，我终于赢了一次，耶、yeah ！玩什么？你还能玩什么？两个人隔空。我们玩，我想想。也只能石头剪刀布了。你会玩十五二十吗？那就玩石头剪刀布吧，因为石头剪刀布会很不频率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结束结束，完美，来。
这一次是什么？气泡音吗？哦，可以，我可以、啊。妈妈，救命、啊！我刚刚输了，我刚玩了四次游戏，输了三局，在这现在也就玩了两次，输两次，没有什么。我也觉得没有什么，要放平心态。来，是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。来呀、啊。啥呀？我怎么老是赢啊？好讨厌啊！他们说是气泡音，什么夹子音表白，我可以。来吧，夹子音表白，行吧？有人给我输一个，输一个那个土味的吗？夹子音吧。我刚刚气泡音跟巫婆似的。他们以为气泡音会很性感，我一学就是跟拖拉机一样。不要就是用常规人的那个思想去想六七七，我怎么确实没用小鹏的那个傻傻傻的来想过。你看你今天这样这么漂亮，不撒个娇可惜了。人生嘛，总要有一些可惜的东西，就人生嘛，总要有点遗憾。很正常吗？你今天一定会输的，你一定要输这个吧。我发现昨天很喜欢你，今天也很喜欢你，而且预感明天也喜欢你哦。哎呀，哎，你不会这个游戏一轮之后你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话的模式？我对我其实就是为了听你那个，怎么一个个怎么都不输呢？我都不能理解，惩个罚他。自己要开启这个游戏的吧？没有，我就是今天开直播的时候在想到了，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这样的惩罚，就很想看你来弄这个。想到吧，跟你往往想的结局不太一样。哎，我觉得是游戏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谁会玩这种弱智的石头剪刀布啊？肯定就是因为。这你都输了两局，你想想你自己。没有，其实我是为了鼓励你，因为你不是之前输的 太多了吗？我就想作为一个姐姐的身份需要说给小朋友一些鼓励，然后就要以身舍身救舍身救人，舍己为人。我觉得吧，所以这样子等会我输了六七七也不会让我撒娇的。会的会的，不会的。对，舍己救朋。来吗？你还要再来吗？嗯，再来一个吧，我就不信了。穿越勇，你都热了，你怎么了？经历了这几轮之后，小马都被我说热了，小马也是，我就不信了。小马说了，也就输了一把而已。哎，小马刚刚惩罚的时候可是非常的卖力呢。他受了惩罚，受到了我的惩罚，然后，惩罚呢？对于你来说是惩罚，对于我们来说是福利。对对对，对于我来说也是福利。我就希望快让小鹏输吧，有没有那种不用花脑子的？这都是都不已经不用花脑子了，不要怎么不花脑子？不要用脑子的 PK 呀、啊。不行哦，对，刚刚的都是靠运气。我们来逛三元吧。我来开哦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大猩猩、老虎、狮子、兔子、小鸟、孔雀。斑马、熊猫、大熊猫，小熊猫，土拨鼠，金丝猴，什么猴啊？哎呀，是不是输了？哎、是不是输了？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哎呀，输了就好，输了我就放心了。这，我跟你说，要是不输一把，刘倩倩基本不会挂断这个直播间。
你刚才是不是在小马那边也这样？就是一定小马输了之后，好了，我挂了。好像没有吧？好像是这样。我来给你找，你要给你看个范例啊，是这个。为什么刚才他的都没有范例移到我的这？我觉得我能看得懂，你示范吧。我不要示范了，看不，你肯定看不懂。看得懂，以我这个聪明的材质。这个你要模仿到位，这个就是要姐姐撒娇，前面要加上姐姐两个字。优秀范例啊，姐姐，然后后面加两个词语。嗯，还没开始呢，开始了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吗？我给你放音乐啊。我智商也没有那么高，其实我有点略不懂的样子。我刚你说刚刚小马可懂了，那是小马，小马一直都很懂。哎呦哎呦，救命！他从何时变成了这样的人？他还有那个呢？他有什么？手部动作呢？还有手部动作？是呀。先把那刚小马的那个截屏发我一下。发音乐了，放音乐了。得给我打个字，给个词。没事，前面给你缓冲一下。还没开始呢。等会儿让我一下，等会儿给我两分钟。我给你示范两个啊。小鹏加油，小鹏可以，小鹏你来，小鹏加油。没开始，来了。我来往前面一点，好了。适合你，以后都这么说。这样吧，以后我见到你都那么说话。好，你说到，大家录屏啊，录屏为证。对，以后我好害怕，一找六七七六七七，等一下我拿相机。好，你开始吧，你找我干嘛？笑死了，我快乐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去冷静一下。嗯，拜拜，让你吧。嗯，拜拜。我求你把整个队开直播的都祸害一遍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。
我要霍汉那种喊，我想要让他喊姐姐的。你去找，你去找。甜甜，啊、嗯、好。最大的赢家刘甜甜。这个对子对你叫一遍，笑死了。那刚才你的惩罚真的太轻松了，是我年少无知了。行，去搞其他人，快去。拜拜。对，拜拜。你好快乐，你走吧。我叔也很快乐，今天晚上。拜拜，挂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按了点歌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挂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人生过于艰难，这样今晚跟我连麦的人一律不接啊，不要找我。No。很难冷静，还想看，想的倒挺美，看啥看，一天天就想着看。谢谢罐头送的礼物。谢谢锅包肉送的桃花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念吗？天真。送桃花过来有什么用？发这个不可能。我还要不要面子了？我跟你们说，当我这个一发出去，我的兄弟们一打开这个抖音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看到这个。面子是什么？面子是很重要的东西。让兄弟他们理你才傻，什么鬼？他们才不管你。换我吗？换我不是换这个吗？嗯，让我想想。思考一下、嗯、上一次这一次还是在那个撒娇八连里面吧，是吗？谢谢小朋友送的荧光棒、嗯、上次是怎么来着？上次我为什么是怎么录的来着？上次我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上次提了什么要求来着、嗯、想不起来。上次是 PK 啊，嗯，已经没有 PK 了，那干嘛呢？那小王，我不想。对于我来说没有吸引力。而且你为什么要指使别人干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录？有本事你自己来啊！你为什么要叫别人？问过别人的意见了吗？你录我要吗？我不要，我就是想那么说。虽然我也不要，但是我就是想说。谢谢好奏送的竖琴，让我思考一下。有什么是你们做不到的吗？你们求我没有用，这种东西，嗯，我
想想啊，嗯，我要提一个你们做不到的要求。嗯，好难啊。登到顶，九姐说的好呀，今年我登顶了，我就给你们发。在我登顶的那一刻，我在金字塔里面给你们录一个。这样吧，看现在啊，今晚鸡腿到三，哦，不行，太简单了，不行。我看一下时间啊，啊，我就不看时间了，啊，我得看时间，嗯。现在44，一个小时，我直播一个小时，10:45，那鸡腿到，那哎呀，到几对于你们来说是艰难的呢？又不能太过分，太过分说的是我们欺负你。现在是几？现在才2000，我给你们报个实数，现在是2124。哎呀，这种问题丢给我们天秤真的很难。3万吧。我应该报一个大一点的数字。不行，小王，这个你确定就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仿佛很简单的样子？等一下让我细想。以我的这个人格魅力，姐姐的撒娇八连怎么也不行，对于你们来说太简单了，不行。既然你们都觉得太简单了，而且都你们说你确定的时候带着一丝挑衅，如果我确定了很没面子的，4万吧，不能把我这个面子落下，我不能让你们挑衅到我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计时到10:45啊，过一分钟啊，10:46啊，过一分钟都过时不候啊，真的与我无关啊，就是时间限制在这儿，无论我直播开到多晚，我哪怕开到11点还是在10:46这里卡住啊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情人节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没喊5万就不错了，你们刚才那个小意思的那种挑衅，对，嗯，再说，反正我不过情人节，情人节打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对呀，大家都不过，所以为什么要有情人节打折呢？你过那是你的事，在座都大多数都不过。对吧，嗯，啊，不要讨价还价了啊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钟。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罐头送的气球，看吧，罐头已经迫不及待，已经要冲在最前线。
谢谢罐头送的桃花，祝你今年恋爱顺利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哎，主要是六七七给我，我刚才说了几遍，我刚才也没有说到八遍吧，对吧？哎呦，你不要碰掉我手机啊！你床上，干嘛呢？谢谢锅包肉送的气球，谢谢安娜送的礼物，谢谢安娜送的桃花。啊，我写个公告吧，啥来着？什么东西来着？你咋了？你吃那么饱呢？谢谢陈丽送的蛋糕啊！三万，在你出去的那段时间，他们已经找，就是他们觉得三万太简单了，所以叫我提到了四万。哎，没有办法。谢谢帅哥送的夜蝶，刚才有谁送的我没看见。谢谢句号送的好多礼物。他们觉得太 so easy 了。所以我等会儿说三万，我不给你们面子，那不好。我最怕别人说我不给他面子。谢谢希望 S2 的好送的口红。九个月之后，那你就留着，九个月之后就是再说吧。谢谢希望 S2 的好送的蛋糕。嗯哼，你看，对于你们来说太简单了，现在就已经一万了。谢谢你懂得送的竖琴，谢谢陶好同送了50个荧光棒。成年啊，未成年应该早点睡啊，这个点马上就要不然。感觉有点过分，帅只是表面，其实内心是个甜妹，你不知道吧？你错过了刚才非常就是我本人的一幕。我的美甲一定要给你们看清楚这个图案。对啊，刚说的我形象一直都是这个形象啊，出道到现在形象都没变过呀，就是外表帅是外表，没有办法。九个月后赌个大的，九个月后再说吧。对，今天刚才我们去吃饭，然后 Coco 还说我这个妆好好看，我说嗨，他们今天还问我说为什么是猪系妆呀，我说哦，我说你们测过那个动物测试没有，就是那个哦，我就是那个哦，
谢谢老王送的99个荧光棒。本来之前测自己是兔系还是犬系，后面测着测着吧，不知道怎么就猪系了。谢谢小王送了竖琴。可是不得不说，今天测那个，按照这个化妆还是挺对的，就是符合我本身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说猪系最大的就是五官，就是整张脸特别幼，然后就是说鼻影跟侧影不要打太多。然后我今天打了侧这个鼻侧影，可是我脸侧边都没有打。平时就是死往这里刷，就刷把自己脸修到最小化了。今天没有，今天就是随意，今天就是本人。对，然后以前眼线就给我拉长，就给我翘，给我拉到哪去。然后今天就是，今天没有，今天只是刚好到眼尾而已。嗯，是吗？我今天只看了 UNIT， 我还没有补其他公演。然后平时都不打腮红，今天还是有腮红的。谢飞莲送的爱心气球，谢谢。这是情人节的礼物吗？好配是吗？因为它是黑色系的。火柴梗又是偏暗黑系的，所以会比较大。嗯，是情人节礼物。嗯，帅就帅，清纯就清纯，什么叫清纯的帅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妆吗？你们要是达到了，我等会下播我就录，我就戴着这个眼镜跟这个妆容，我就立马给你们录，只不过是明天再发。还是你们想拍完就发，主要是太晚了，我怕限流，就没有人看见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虽然我忘了今天这个妆是怎么画的，可是大概率吧，之后的公演上应该妆容都是这个的，因为找到适合自己，4年了，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。对，可能之后就是这样画了吧。而且今天发型做得很好，今天头发其实没有拉直，只是垫了一下头顶跟夹蓬，然后这个八字刘海卷了一下。然后今天我不是打了底之后去弄头发嘛，然后我就去吃饭，然后我就在那找饭的时候，朱汉佳就说你好像邱淑贞，我说邱什么，因为中间隔得有点远，而且就是还没睡醒有点懵，我说，然后曾国说对我也觉得，我说什么东西，他说邱淑贞，我说什么贞，他说一开始没有头发的时候还好，就是弄完造型，就是因为港风嘛，不都是八字刘海然后往后走嘛，然后我今天还有两个卡子固定发型在这别着，然后他们就说弄完头发真的好像，我说哦，还行吧。什么是秋什么什么针，嗯，什么马什么，粤语咋说也不是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自己 B 站搜去，自己人工送的荧光棒，咋地？嗯，有照片吗？你说戴眼镜的吗？可能唯一一张吧，在微博里。这一个造型暂时没有，因为我是换了衣服之后出去吃的饭。谢谢，
谢谢小朋友送的50个荧光棒，谢谢玉林送的事情。这多快，什么东西？多快，什么意思？继续拍吧。嗯，那很难说，可能视频有的话会买一送一吧，买一送一吧。下次六七七连我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你别说，我还真的买了一副眼镜，它不是半框，它是整个框，然后有链子在这吊着的那种，只不过我没戴而已。他可以来找我一起去搞别人，可是他要来搞我不行。谢谢苏信送的草莓蛋糕。我跟你说，戴眼镜跟不戴眼镜完全是两个风格。你看，记住现在这个风格啊。虽然他只有半个眼镜框，给你们摘了。戴了之后就是另一个模样。你们看今天这个完美的妆容，这是不一样。等一下啊，就是在戴眼镜跟不戴眼镜的区别。哦，谢谢秋鼠，哎，是谁送？谢谢猫送的这个气球，谢谢。对吧？今天这个脸就是还原本身的，是真的圆。你们以前没看过脸那么圆过吧？我以前，因为我觉得不打阴影的话，就是。在脸上，就是在镜头里会显得脸很大，因为它那个白光一打，然后你就脸就是宽10倍。今天是我勇于尝试这个，就不打侧影。还好吧，因为每个镜头都是这样的，外面的镜头也是这样，上镜就会跑。谢谢小猫送的50个荧光棒。嗯，这就是戴跟不戴的区别。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公演好忙，我今天公演真的是好多好多风格来回切换。对，就是我今天也没有助演节目，也没干嘛，就是一场公演，造型还挺多的样子，是吗？第三首，第三首是什么来着？因为我觉得前面两首歌不适合戴，然后我就后面，因为我这个买银色就是为了搭配那个。
三四手的服装，嗯，所以才买的。对，就是想拿两手戴。嗯，给你们来一个变装。回来了，谢谢小鱼送的巧克力。嗯，MC 吗？可以，下周再下次公演再说。谢谢 S2 多好送的竖琴。对，因为今天不太确保，因为我上完第三首第四首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眼镜戴出来的效果是好看还是不好看，所以我就 MC 的时候没戴。对，万一不好看呢？ MC 那么长的一个镜头不行。我特别喜欢的是一个什么，火柴梗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，就是赵天阳拍赵天阳的镜头的时候，我有一半脸卡在了那个画面里面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好，说不上来。可是建议你们补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。谢谢鱼子送的书籍。嗯，照片吗？今天怎么那么多人来问？行，说了嘛，视频来了买一送一嘛，不是。谢谢特拉伊送的草莓蛋糕。嗯，稍等，回微信。在看什么？在回微信。好了，什么东西？谢谢苏信送的这个竖琴。哎，这个刘海怎么回事？怎么掉下来？嗯，他为什么？嗯，这个瘦脸也没开啊，为什么他刚才仿佛有特效？谢墨子送的荧光棒。现在多少了嘛？14000。嗯，祝你们成功。谢谢夕阳送的草莓蛋糕。不知道。我还好，我很开心吗？我也没有吧，就是替你们感到可惜。也没有了。谢谢韩阳送的两封信。对，
好啊，没有很开心啊。有被挑衅到，我可没挑衅你们了。谢谢超爱送的荧光棒，我可没有。Hello Hello， 是你们自己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数完。我差点堵住了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是觉得这太少了吗？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小意思吧。是吗？谢谢梦送的信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是很介意了。如果你们是特别觉得，我也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瞧不起你们。横屏好看还是竖屏好看？太好看，谢谢。这样吧，把这个眼镜就半永久的镶在我的脸上行吗？啊，是吗？我怎么理解到那个意思是你们觉得太少了，不太够？横屏更清楚是吗？那我横回去。竖屏，到底横屏竖屏，到底哪个屏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最经不起的就是挑衅。不要对我用这招，我这个人最受不了就是激将法，我最受不了刺激。你们一激我，我可能真的会被激到。谢谢，居然好多 ID 我都没见过，突然不知道叫什么。提前到了可以加哦，就是说你们的能力其实可以提前到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觉得提前到了没有任何的挑战性，然后就是叫我再加点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我这个人很随意很随和的，真的。你们要是提前到了4万，我大不了就加到5万嘛，我这个人非常的 nice， 就是这点建议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真的很好说话的，我们之间谁跟谁啊都好说话呀。你别说到了再给你们加，你们叫我现在加我也是可以的，我一点也不介意。对啊，我们之间谁和谁嘛，加一句话的事情，改一个公告的事情，我现在就能动动手指头。你们凭什么要加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说加？你们觉得你们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好像没有吧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有这个余地吗？没有吧。求我没有用。我这个人吧，
就是求这种东西吧，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用的。我觉得你们都应该知道，就是那么喜欢我那么久以来，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听到没有，周姐送你们一句话，弄脏弄呆，不要再说了。非得给自己找一点点麻烦。忍耐。自我挑战。你想挑战吗？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勇气，挑战来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件好的事情。我应该鼓励你们这种做法，就是不能让你们一点挑战都没有，对吧？对吧？只剩半个小时了，真的吗？哇，真的哎！只剩半个小时了，现在还是在1400哦，仿佛没有动过的样子。这不错。啊，14000，不好意思，还是在14000哦，就没有动过，朋友们。谢谢锅包肉送的蛋糕。还好吧，我也没有很狂喜。谢谢希望 S2 大好送的礼物。噔噔噔噔噔，今天公演，哎呀，实在是这个假休完之后，我人的哎呀体力就会变差。得不到，得不到，怎么了？下次再继续嘛，再开个价，你们再接着来，只会比今天更高，不会比今天更低。人嘛，要勇于挑战，这有什么的？对于你们来说，简直就是小意思了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今天跳完第一首的时候，就已经不行了。跳完第一首幻境的时候，我当时就在那完了，跳不动了，人要没了。哇，这样你们才会越挫越勇，人嘛，生活嘛，得不到的可跟我没有关系了，不要赖我哦。谢谢小王送草莓蛋糕。谢谢苏信送的蛋糕，和树琴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谢谢苏信送的奶茶，谢谢怡宝送的蛋糕。谢谢罐头送的礼物，谢谢特拉伊送的蛋糕。情人节怎么没有花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这个花的特效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主要是见到你们，还有那么多新来的朋友，内心有一点喜悦，就是有一点点小雀跃而已，并不是因为这个，就是你们达不到这个目标而那个什么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谢谢面壁送的蛋糕。对，只是觉得今晚有很多新的朋友来，有点高兴而已。谢谢小王送的玫瑰。
信了，信了就好，信了就好。从不撒谎，怎么会撒谎？谢谢玉林送的蛋糕，谢谢小猫送的花，谢谢搁浅送的草莓蛋糕和口红，谢谢木南送的花。对吧，我一直都很诚实。播到几点、啊、播到几点不知道、啊、就是随缘吧。谢谢木南送的花。对，因为想着太久没见了，就是今晚聊一聊啊，聊一聊。这个妆真的不错，对吧？今天已经有好多人都夸了。金梅天人在旁边吗？不在哦。那个直播是明天呢。谢谢面壁送的蛋糕。好，我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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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我撒娇倒也不必。我没有这种特殊爱好，其实，明天这个妆躺一起吗？明天应该吧，大概吧，可能吧。明天的事儿谁知道呢？会不会不知道？那得你试试之后才知道会不会流鼻血。哦，已经二十了是吧？谢谢，谁来着？谢谢李安送的荧光棒。奶奶的眼镜，我跟你说，潮流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轮回。奶奶当初的老花镜就是现在的潮流，现在嘛16000。奶奶外套呢？不需要。我们这是一个潮流的穿搭，激动的我给我想看一遍火柴梗。什么叫没有？就是因为吧，他们刚才677叫我撒娇姐姐八脸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看上了这个视频，我就看上了这个撒娇，然后想让我来一个。可是呢，就人嘛，怎么有轻易得到的东西呢？对吧？要不我们一起看火柴梗放松一下？大家也不是一定要投了，这次不行，我们下次再接再厉，对吧？人要放轻松，求我是没有用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赌注就放在这儿了。我要是破坏了这个规矩，你们求我就有用的话，以后谁还会跟我赌？谁还敢跟你们赌？谢谢嘿嘿送的巧克力。来，我们一起，不要过于紧张，我们一起看一下，放松一下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火柴梗，
谢谢苏信送的气球。女人不坏，你们不爱我，算是看透了，拿捏住了你们。不要讨价还价。哎呦，这位朋友是哪来的？等会儿，事情的走向有点不太对。谢谢和你的温柔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。虽然有赌注，可是我还是谢谢你送的用爱发电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，今晚开心。哎，一下子没有哦，37000。等会儿，这是你们拿起来的救兵。谢谢拜托拜托送的桃花，这不会是你们谁的小号吧？谢谢 HZ 送的礼物，谢谢安娜送的桃花铃跟气球。啊，这是12级。谢谢范舟送的气球。等会儿几点了？哎，谢谢新湾兔都好送的皇冠。现在压力来到了我这边，稍等，稍等。等会儿，这个事情的发展，等会儿。加个什么像？你们好狂棒啊！你们现在都那么狂吗？哎呀，等会儿压力一下来到了我这边，稍等啊！谢谢希望兔兔好送的礼物，谢谢 LA 送的蛋糕。有本事我加，你们确定你们要往上加吗？你们要是没有这个大哥，你们现在会如此狂妄？看我加什么，那是看你们能给到什么，好呗。现在多少了？已经达标了。这个人不会是一直暗中观察着这半个小时以来，然后就为了看我嘚瑟完以后给我这个沉重的一击，然后在后面再投的，是这个样子吧？你咋不卡45头呢？有缘路过，哦，我谢谢你的有缘，卡的还挺准啊，就卡在了这个环节里面。
这个大哥今晚在这个房间收获了一群小弟，看见了没有？是我没想到了，失策了，失策了。是不是该拍了？结束拍。嗯。等这个直播结束了之后拍，再加点。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吗？继续赌，你们这一群赌鬼，我真是服了你们。出眠，出眠怎么赌？现在 unit 是没到20场不能换，所以这不是我说了算啊，没有办法。呆呆都还没发力呢，呆呆说我错过了什么，那我来听听。让我戒赌倒也不至于戒赌了，这个人就是愿赌服输吧，还好了，说得出做得到还是可以的。677那个抖音舞的，哪个抖音舞的？不会新年的那个，新年都过多久，都情人节了。干嘛呢？趴着呢。嗯，当然玩得起了。最后15分钟，你们要是想加，我也不是很抗拒。你们能做得到，我也只能说服。没有其他什么，就是。人嘛，见好就收吧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别等会儿到一个你们打不到的呢，多让人失望，这样会让人心情不好。你们就带着这份喜悦的心情睡觉去吧。直播里拍，我哪有手机给你拍啊？你也不想想，那不给你们直播呢吗？还要个第三方，那是另外的价钱，想什么呢？想得到挺美。直播先把有这个赌注吗？没有吧，只是说拍一个八连的视频吧，没有其他这些附加条件吧。不要在这我跟我说有的没的啊。嗯，一巴掌我就过去了。玩不起，不是你们不守规则而已，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跟我说，没有用了。谢谢，谢谢阿水送的19个荧光棒。照片是送的，是。嗯哼。哎呦，好了，哎，终于走了。送你们的又如何？要开始了吗？没，是谁说要开始了？抢先看，有会员吗？你们就在抢先看。
没有办法，就是长着一张很乖的脸，可是内心很腹黑。可是你既然喜欢了，那就没有办法，你就认了。谢思过送的荧光棒。有啥变装？想不到怎么还变装。哎呀，我发现这样看我会清晰好多，为什么呢？好像挡一挡，好很多的样子。旁边太亮了，是吗？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哎，纸巾去哪？哎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什么事也没有啊。起床铃声，嗯，什么样的起床铃声？你们先说先。哇，蛇姐现在狂的呀，说个数吧。你就怎么那么狂妄呢？现在有我狂吗？还差一点吧。起床铃声什么？你给一句话，你要有确定的一句话。嗯，正常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乖乖起床了，是吧？是这种吗？就这几个字，是不是？对，什么？再凶一点，人家都是温柔的起床铃，为什么到我这要凶一点？凶点我凶不起来，毕竟人非常的乖巧和优雅。不，我这个闹铃你们要想清楚，我说乖乖起床了只会让你们就是继续沉睡在这张床上面，他是起不来的，凶是不可能的，那你们爱起不起，我只能温柔的叫你们起床，我平时叫人起床也很温柔，凶是凶不起来了，你们爱要不要的。谢谢阿水送了五个信封。哎呦哎呦，哇，还挺会挑啊。你们先确定是乖乖还是姐姐，你们自己内部商量好，因为只录这一条，你们不要开始内部开始有矛盾，好吧？好吧。你们自己投吧。而且你们要想是要那种温柔的还是可爱的，对吧？乖巧的，你说乖乖一般都是就是会温柔一点，姐姐吧一般就是会乖巧一点，对吧？你们狂野不是我的风格，找错人了。37了，
我没有拖延，是你们自己没商量好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现在吗？48000。你们确定好这一条之后，如果就，哎，到50000吧，五万就那个啥好吧，然后今天的赌就结束吧，行吧，不要再赌啊，要适当的赌，好吧，哎，行吧，不要每天在这赌，人家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开赌场了，每天在60000吧。哎呦我天，可以啊，60000，嗯，可以60000，哎，行，确定了姐姐还是乖乖，只能二选一。让你们啊，对，是我小瞧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怎么这样，太小瞧你了，不行啊，这个女的。60000两个，对，不行，那得70000。我给你们再加5分钟时间，我给你们拖到50。72000，哦。如果你们犹豫不决的话，到50的时候60000就一个，到50时候70000就两个，反正我就录语音就给你们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什么叫先送再订文？哎，已经订好了，就这两个，不能再要别的了。怎么还能现改呢？九姐冲在最前面，谢谢九姐送的皇冠，谢谢段腿送的皇冠。我没凶啊，我什么时候凶了？我没有凶。谢谢君谦送的气球。好像70000对你们来说确实有点简单啊。谢谢锅包肉村的戴安娜，谢谢波比送的皇冠，谢谢 HZ 送的桃花林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可以了 ，stop， 行了。谢谢 Bobby 送的皇冠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停，下你们的手，谢谢老王送的用爱发电，可以了，朋友们，理智一点，保存一丝理智，可以了，理智一点 ，stop， 可以了，不用。可以了，结束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好了，没了 ，stop， 可以了，谢谢呆呆送，呆呆不要再送了，可以了，哎，你们别再送了，后面没有堵住了，不要再送了，什么时候到50？是我小瞧你们了，是我不该说让你们再给你们5分钟，是我的错。我就不该说让你再给你们5分钟了，不用了，可以了，停止。你们厉害，你们就是最棒的，谢谢小王送的桃花林，还有3分钟呢，你们就是最棒的。你们现在这样一搞，我都觉得姐姐80000，我都觉得那4万开低了，你们懂不啦？谢谢玉林，谢谢思过送的礼物，
谢谢短腿送的戴安娜。还有什么项目没有了？赌场关门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晚上就这样啊。欢迎大家的到来，参加了这群赌局。你还没抽上呢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下次吧下次吧。关门那么早，重点是已经没什么好赌的了，还不够吗？集结八连，两个起床录音，还附送照片，是吧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对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抖音还有啥？没必要细想这种东西。抖音这种东西吧，刷着刷着就过去了就可以了，不要细想它，不好。穿墙不错，那个穿墙，增个第三视角，什么第三视角？哪里的第三视角？视频录吧，可以、啊，可以啊。我到时候反正就录了。丢微博或者抖音，你们到时候自己去领取吧，好吧？你们这个，云台我不都说了云台没了吗？哪来的云台？不过也是可以的呢，有 iPad， 加个花絮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赌的性质，人性啊，就是赌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呀。今晚大家为什么那么努力呢？是因为太久没见到我。谢谢如果送的荧光棒，很久没见也不至于那么拼呗。到了吗？到了。公告没看懂，那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东西了，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价格了，现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，到哪我也不太知道。这个公告已完成了，现在到哪儿了？我也不太懂，都懵了。现在嘛，已经过十万了。现在旺仔送的礼物，连着八波钱，不是的。来给他解释一下，怎么可能播八天？我是疯了吗？我公告本以为是终点，没想到只是一个起点，是我小看你们了，对不起，在这里郑重的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24不可能，因为接下来我没有时间给你们24播。谢谢怪兽的巧克力。居然播八天，当然不可能，我又不傻。那不是我矮，是因为我那个今天那个领带吧不小心扯长了，然后一甩没甩过去，然后就套到了他头上，然后我就笑场了。谢谢，哎呀，傻孩子送的荧光棒，没到时间还想赌，还有三分钟，你们想赌什么？谢谢快门送的蛋糕。手机铃声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跟那个起床铃声不是一样的吗？这个、不用了吧，没有意思。赌八天吧，我都说后面没有时间给你们播八天，不可能。三分钟之内发生太多事情，对，马上就要48了。谢YY送的权杖。你是谁？
他可能也没懂我们在干嘛，就是想送回。好奇现在是多少呢？现在是10万。也不懂事情为什么发展成这样。我成长了，下次我一开价就开5万以上，直接给你们来个10万，不然都对不起你。有道理，我下次就那么干，下次起步10万。现在我们的终点就是下次我们的起点，非常棒，很有斗志，大胆点20万，我也觉得，就是把一个月鸡腿都，唐佳敏怎么能一个月只赚20万鸡腿呢？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冲着50万开始去，我们要走进 top 的行列里面。对吧？有道理。来，我们现在努力开始50万啊！下次我们就一次10万，让我喊个5次，你们赌个5次。好了，一个月结束了。谢谢阿姨送的夜店，要赌就赌大的。现在已经这种小东西对于你们来说已经太小儿科了，已经不是我们。这个该有的 level 了，我们要已经逐渐往上走，对吧？现在来晚了，欢迎你的加入，直接开50万，不，还没到那个 level 呢，现在已经才到10万的 level， 所以下次我们直接开10万。等哪一天真的能一次喊到50万的时候，我们再开50万。对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就是非常有心，想把我送上这个鸡腿榜，就是想让公司看见彭佳敏已经上了这个鸡腿榜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鸡腿。你们也是用心良苦啊！谢谢小哲送的蛋糕。对吧，50万连播8天了。你指的是哪种联播？连8天24小时吗？疯了呗！御三家把我送上鸡腿御三家，是吧？8天24小时，那是多神的人！这样吧，下次带你们竞标，什么20万彭佳敏24小时直播，带领你们从我起床的那一刻到我睡觉的那一刻，我带你们去，我出门的时候我都带你们出去，看剧的时候也带着你们一起看。我出门遛个弯儿，我都带你们走。真的很专业，就沉浸式直播，对，让你们看一下彭佳敏，就是不在口袋房间的时候到底都在干嘛，1天24小时的时候都在干嘛？揣兜里吗？当然不了，当然是把你们捧在手心，然后给你们看我看到的风景。啥时候去竞标？还真有人问，我真的求了你。赌这种东西很随缘的。这个时间吧，我去抽筋。你们认真的吗？
让我想想啊，今天几号来着？让我看看我的行程安排。今天十三号，让我思考一下。13号，78。20之后吧，好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对吧？总要给你们一个缓冲的时间。睡觉月入万，我也不能24小时都在睡啊。价格，哼，让我思考。我先目算一下我的这个鸡腿有多少啊？找个周末哦，对哦，找个周末。可是我怕周末我在公演。20号是，这样吧，我们19号那天公演。你们先投，然后把这个项目定下来，然后找一天周末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就是我独自的时间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们播个24小时，行吧？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室友的人啊，就是他在的时候把别人框进去不太好，对吧？这样就是双人节目了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我兄弟大片不行。No， 让我想想啊，我刚才我大概搂一眼我的鸡腿是多少来着？我刚说的多少来着？大胆点。什么东西？一起者？不是，单人啊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我怎么可能跟李慧直播24小时？疯了吧？20万？哦，我刚说的是20万吗？是吧？我没想到，这一切的开端都来自于677。677是我们这个。节目的开端，677祸害谁去了？20吧，赌局的开端。对，我觉得这场直播非常值得大家来补的，因为是从677的一个什么游戏来着，剪刀石头布的游戏，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逐渐从一个4万的交易一下升值到20，主动申请了好几次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申请？下次677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小扣的24要加钱吗？不用啊，我在这个房间他不就在这个房间吗？对吧？到赌场关门部后面还有后续，到后面赌场关不上，觉得不好，自己重来了好几遍。你看吧，这就是赌徒心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甜甜说不行，我输了不太好，我刚才没有表现好，所以我要重来一遍，然后越挫越勇，然后越输越多。看吧，这几个赌徒心理。看我就不一样，我就是立马输了之后赶紧把这个，就是见好就收，把这个直播给卡断，让他找下一位。
点到为止。说的不好，重说了好几遍。哦，我是他为什么有？那就是他本人就是一个甜妹，就是非常享受于说的这个过程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赴死的一个状态，就赶紧说完。嗯，对，我刚说的是二十吧，嗯，是二十。你们现在看，你们不要中途送啊，你们就留在十九号那一天送啊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啊，我不是甜妹吗？是呀，内心是呀。传下去，把这个赌注传下去。在不在？不要靠人家大哥。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他，你们就不会，你们就不敢赌到那么大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？十九号开赌，你们传的文雅一点，不然以为我在这真的开赌场，这样不好。哎，我现在这个眼镜特别像赌场里面发牌的呢。我们文明一点，我们说十九禁标行不行？笑死！啊，对，说好了啊，就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哎，怎么说的来着？就是十九号那天。十九号那天两个小时吧，我开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如果达到二十万的话，我就挑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直播，因为我发现了好多人都试过二十四小时直播，只有我没有，我就没有随着大众去走，我就是没有，所以我真的是唯少数里面没有二十四直播的人。我跟你们说，可能那一天我从哪一步开始，我从起床然后开始化妆开始，起床的那一天打开了直播间欢迎大家的到来，然后拿起了我的化妆品开始化妆，然后开始看电视点外卖吃饭，织围巾，织围巾，出个门，吃个饭，啊，应该也很少出门了吧？出个门啊，不是，吃个饭。他们之前二十四都是怎么过的呀？好好奇哦。大麻将，哟，是吗？我想想啊，我要是从早上六点开始，然后就得到第二天的六点，有道理。六点太早，很早吗？周末哎。再说吧，再说吧。好吧，嗯，给我做累了。咋的？嗯，干嘛去了？
其实我好久没打麻将了，也不是不行，看我到时候能不能找到人吧。或许呢，嗯，自己挺忙，看吧。第一次听他的，平时话老多了。你等着吧，等到他哥回来的时候，他这话更多，就不带停的，因为就是他哥喊一声，他说一句，他喊一声说一句，聊一句说一句，聊一句说一句，就不带，真的不带停。你看人家来人都老老实实睡觉，他就非要在那骂骂骂骂骂骂骂，是吧？行了，嗯，行了，这个赌注就放着了。你们19号能不能完成就看你们了。哎，事先声明，时间一到，数目不够的话，那所有的这些钱都归我，不是这些鸡腿都归我。然而还是没有完成，也没有得退还啊。赌嘛，人生的赌局嘛，就是这样惊险刺激啊，所以你们自己多了也是我的。那你们自己卡好点送，你们就每个人就卡好在那20，让我不多不少也不赚，那我算你们厉害。我是这个庄家，所以规则是听我。什么赌注？好了，又有一位没听见的朋友，嗯，你们自己商量，没加群的朋友加群哦，你们自己进去商量吧。啊，就是你们商量的到什么就是什么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19号之前你们要说不赌的话，那就不赌，就是也问很随意的啦。群号码来发出去，给他们，你们自己开心就好。因为19号之前，只要你们觉得不可能做不到的话，不赌的话也是直接可以说的，那这个赌注就没有。很 nice 的了。可是呢，19号只要这个一说，你们说就是要已经确定要赌了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就是你们赌的那些，你们投到哪都是哪，哪怕你们订的20万，只送了5万鸡腿的话，那也是我的。可是这个还是你们输了，那就嗯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你们自己进群商量好吧，你们自己热闹去。良心那当然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。好了，我们再开到10分，开到15吧，我就关了。然后我要收拾行李去了，然后我要早点睡觉，因为明天要早起。嗯，对，我今天本来只想开到10点多的，对，就是这个赌局一发不可收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。大家今天晚上经历了一场紧张又刺激的赌场活动。677也是说，我是没想到为什么会帮你拓展了这个业务。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新朋友加群。无论你是因为今晚的开心加群，还是因为什么，还是因为本人今天的美貌加群，你们都进去吧。后面有外物吗？没有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喝口水压压惊。嗯哼，还要再看一遍，是不是太过于精彩？说好了，19号之前你们自己商量啊。你们要是不说，我就当做没有这回事情。就是看你们自己想不想看而已，我是无所谓。还好的，也不用告诉我。你们是反正19号过年完之后我是会直播的，所以你们到时候再告诉我，就是这个期间你们不用提，也不用告诉我，你们自己怎么商量都行，怎么玩就行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19号的时候，反正你们赌不赌我都是会直播的，没有关系。等我的8连，等着吧啊！你们是想今晚开还是想明天发呢？明天啊，行，那我们就说好了，明天下午应该是5-6点的时候吧，嗯，大概那个时间啊，你们就去抖音蹲着啊。然后铃声，两个起床铃声呢，就是应该会在微博，然后我应该会录一个视频，然后你们到时候自己剪吧，因为两句话我会录在同一个视频里面。好了，完美的结束。来吧，最后几分钟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火柴梗吧，让我欣赏一下我今天的自己。刚刚一个小时前就说要看火柴梗，看到现在我都没点开。来了啊！这个堵了一个小时，谁能想到呢？没看见，动作太快了。还行，还是好看的。这个灯光加上这个眼镜，头发卡眼睛里面，烦死了。
我跟你们说，这两场我的火柴就没掏出来过。哎，这个眼镜真的好配这个衣服啊。哎呀，我那个头发一直卡在眼镜里，烦死了。而且今天这个单膝立柜没有柜好，来了，就是我喜欢的这一个。我一定要让你们看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你们注意这边左边的这边，快看我的表情，好了，没了，看见了吗？那半拉的我，来给你们放大。Don't you want it? Don't you want to throw it out? Don't you want it?直播到此结束啊，听懂了吗？没有，是我抓着他的手在跳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下次收看。虽然我去出门的这几天也有可能会给大家直播，可是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精致的妆容了。而且我明天，对，明天还不是还欠一个跟李慧的被窝直播吗？所以明天可能还会直播一下，可是直播的应该不会太久，因为这两天还是就是以出门为主。嗯哼，好了啊，倒计时了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、四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拜拜，晚安。开心，赶紧快，拜拜。